不精彩，请大家再次掌声鼓励。参加欢乐这么多年表演的有18位小朋友，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精彩，这里离不开他们爸爸妈妈的支持。那过了这么多年，就是踏春的季节了。下面您将欣赏到的舞蹈《踏春》，一群踏春的美丽少女，用他们的轻歌曼舞迎接春天的到来。请欣赏舞蹈《踏春》，Our next dance, Spring Outing. Please enjoy.